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活动，让全台湾的人记得我们花莲的人今天勇敢的站出来，好吗？所有全国的乡亲，让胡文宁站在这里来救台湾。一个因为政治因素假离婚的人，然后来祝福新人新婚快乐，丢不丢脸啊？八九，感谢各位来参加。我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二，平日还这么的多人，全台湾都办了，我们花莲怎么能缺席呢？对不对？对。这个蓝白啊，都喜欢拿欧美来说事，对吧？他们直播都说我们学欧美啦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您学的是哪一个欧美？美国吗？美国平时可以质问官员吗？可以吗？大家都支持国会改，我也支持。我支持的不是你们这种滥权扩权的改革。哎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吃饭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喂我一坨屎，我们要吃吗？好，我说一下这个国会改革，我认为要慢慢的来。英国国会改革，大家知道历经100多年，经历了5次，从1832年、1867年、1884年、1991年到1949年，而且英国没有反质询呢。数位仲介法在草案的时候，不是被一堆人喷吗？说什么民进党东厂啊滥权 ？OK， 民进党听取民意，所以我们当初才不会上街反民进党，也就是二读三读。民进党是多数吧？上一届他可以强过，对不对？那民进党有强过吗？那这一次蓝白为什么强过啊？然后这些人很好笑，民进党那个草案哇，东厂啊，这次你强过？不是啊，我们按照欧美国家，我就问哪一个欧美？俄罗斯吗？黄国昌在他的直播中说什么？那几百个学者，大家都知道有几百个学者在联署吗？黄国昌说这几百个人都不如他呢。你知道那个欧美学界也有30-40位的这个学者在联署说，哎，你说你学我们欧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欧美没有这种，你是选哪一个国家？30-40位国际学者、法律律师界政要，还有前 AIT 处长都在讲这件事情。国会要改革，但不应该有一个经济内线交易被关的人来主导，对不对？对。上周假日傅昆萁、傅奇坤回我们花莲主持这个公办婚礼，对吗？为这个很多新人举办证婚活动，我就那个时候看到我很纳闷，一个因为政治因素假离婚的人，然后来祝福新人新婚快乐，丢不丢脸啊？每次立委多数的时候，总是用尽办法挡我们的军事国防预算，对这个美日实质外交挡住。曾经陈水扁时代，你知道国民党立委挡了我们几次军购案吗？69次，这是中共军演，他放出了一个 3D 动画解放军炸台湾，大家有看过那部动画吗？有哦。那我们台湾的军队也放出了2部实战的锁定他的战机轰六跟歼16画面，大家有看过吗？锁定代表什么意思？差一个按钮你就下来了。这个东西都是跟美国军购来的，然后一直被他抹黑是烂东西、二手货。解放军到现在看到这两条画面，官方傻眼不敢回应。中国一堆军事博主破防在上面说：“哎，你个小台湾省竟敢锁定我们，气死我了！”没了，就这样。这个就是民进党这几年来在为我们的国防预算，我们有看到没有乱花钱。然后马文君呢在干嘛？国民党当上一届少数的时候，他都敢延缓了。这一次他们是不是多数啊？那未来会不会继续阻挡我们的军事预算呢？我们大家都不想要战争，对吗？但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没有战争？是不是当别人看到我们越来越强，当别人看到你打我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即便我打不赢，他也不敢打，对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选对的人罢免傅昆萁呢？我可以再有一个要求吗？跟大家拍个照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守护民主，使用民主。当民主被迫害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出来保卫民主，对不对？还有要来吗？快快快 ，Go Go Go， 快点快点！傅昆萁明天要回来啊！刚刚有小粉红在我直播说，我们明天都要被抓去寻衅滋事，颠覆国家政权。罢免傅昆萁！罢免傅昆萁！罢免傅昆萁！谢谢大家，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活动。让全台湾的人记得我们花莲的人今天勇敢的站出来，好吗？这一场是一个长期抗战，希望今天的火苗可以埋在大家的心中，不要熄灭，我们要打一个长久的战争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好，就发票那部分，我今天我拿不到的话，我再去看手机给你。没事，好。拿到了。